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带大家从基隆八库，基隆塔鲁，从这边 A 号出口出去。我们目标是这边的 MON 主要是处理所有外国人在新加坡的就业服务中心。那我们今天要教大家怎么去，所以我们搭 MRT 到这边 A 号出口下，找这条路直直走，然后再左转就到咯。那我们接着走吧， Let's go。
这边就是 MOM 了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